根据以上人口普查的信息呢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亚洲人口呢在新西兰呢是在逐渐的上升当中。因此呢，有机构就呼吁政府的民族事务部应该加强对亚裔人口的服务。新西兰多元文化委员会的负责人 Toyo 说，最新的人口普查资料表明，亚洲、中东、拉丁美洲和其他种族的数量持续增加，因此支持少数民族社区在政府层面需要增强，同时确保有效的资金的保证，让新西兰日益增长的民族的声音能够被政府听到。目前，少数民族几乎占到新西兰人口的15%，新西兰亚裔人口是增长最快的族群，从2001年占总人口的6.6%，增加到2006年的9.2%，2013年今年则达到了11.8%。Toyo 表示，少数民族社区应该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，民族事务部也应该有足够的地位和资源。